来，姐，你小小的给你采好。哇，我三个都抓住了，太厉害了！风筝，有人带风筝？风筝。哦，在哪里？在那边。那边，你的背后那边。飞机。风筝。太棒了！你可以坐后面，然后就靠着这个柱子，腰就很舒服。靠着这后面，这个木头。这些石头都非常的冷，这些石头一碰到水就变成非常超美的石头。我是美丽美丽的石头。这个让我想一下，我挖你挖脚吗？太大了，太大了。宝宝，要不你挖脚？好，光脚，光脚，光脚。光脚太舒服，光脚。光脚也是哥哦，哎，你不要照我脱袜子吧？没有了，这是在准备而已。这是录音。